这个是脱骨侠家的无骨鸡爪，这么一袋是2斤1000克的，它这个鸡爪可好了，就是肉很肥，应该也挺多的，哇，摸摆一下，这个是脱骨侠家的无骨鸡爪，看吧，是不是可好了品质？ 鸡爪是我吃过所有鸡爪中品质最好的，然后味道吃起来是那种酸甜辣的，不会腥。 姐妹一定要记住哈，拍点黄瓜，吃点洋葱放里面打底，蔬菜都腌得特别入味，就这个真的优秀。 吃这么多个都没有发现一个碎的，都是这种完整的，一分为二的。腌在里面的黄瓜特别好吃，而且一分量还不少，一共抱一个盘子嘛，那一大盘，真的绝绝子。 这个是大嘴鳄家的黑椒烤鸡。
채는 도지. 姐妹们，今天咱们来吃麻辣丸子家的辣条。这么一盒里面是30包，一包里面是4根。油滋滋的。这款辣条它是非油炸的。Thank you.
就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携带比较方便，然后它的麻口更重一些，辣度的话还可以，不是那种甜口的辣条，反正吃着很过瘾。和巧克力榛子的双拼千层，巧克力好吃。